看这有没有人修。有人。倒不知道躲哪了。因为他应该在那个窗户那边。不要。节奏差呀，非常差。有人先知已经修完一台了。又弹刀，很难受啊！开局就打的就不太好，不是什么好招。秒就被限制偷了。这台是最后一台，当我没说，把你撞了，好评了。这开局一直在逛街，还能抓一下，我自己抓到了就能平。没了，那家伙起来了。点不好呀，那死角落最差的出人点，不认可抓没办法的，还有个先知。这是军工厂
烂土的一个地方，真的臭。这春天怎么抓人呢？等我走到四合院，人都跑光了，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个前方的人皇鸡，看着就不想追。运气这么差呀！哎，滑板加速了。两个人，好像是个仙子。就很难受，那春点真的是最差的军工厂里面最差的一个春点，然后正好让我碰上了，他交鸟了。还能弹一刀。秒救喽！我不亏啊！那又来了，搏命戏鸟开始了。等这个周四，我看你怎么吸了。怎么还在笑啊？黑妹，哎，受不了。歇着鸟喽。必须针对死啊。放他走，不可能的。又吸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这么一点短时间，他又吸了只鸟。赶紧把他挂了。
抽了电击，看电击修多少了，差挺多了。传送不交啊，接触刀、摸起来的。他没修电机，中子连跪。今天中邪了吗？怎么运气这么差呀？加不加香水？今天兵器真的是差到了极致啊！三把军工厂全都是那个位置，我难受死了。你滑不过去的。还装不装？也不装了，打算摸好过来救。娃娃把他摸好了，娃娃摸好调香了，然后这边黑妹是在蹲着了，四院那边有人，
谁帮牛都没卡着。其他人救了，好像是救他了。乌鸦飞了，他肯定在角落。电机应该守不住，人皇还有四合院，锁这两台。前锋没球了，两个人都在这。骗香姐去吧，这条相思要补四合院的，我不知道他有几瓶。前方在修那个大房，我从他这里找节奏点了，然后只需要拦住调香师就 OK 了。调香师贴脸，我不知道他狗哪了呀，我刚才看见他了，不好找，如果没找到这人被偷了我就更亏了。倒地应该一段时间起不来，应该是调香，调香很慢的。那刚才金神恩要是好了就好了，金神恩没好。他估计拉闸了。
没有传送。哎，他怎么一挂飞啊？过半了。春点真的烦，每次都是在那边三局了，怎么运气这么差呀？怎么撞个脸？哦，撞脸，撞个脸，看看是。那箱子是不是后面躲了个人？躲了两个，躲了一个磁铁和先知。又开始吸了。气得撞墙了，叫不出来。现在担心的就是那个二楼祭司。他要上面去打个洞的话，我传送上去其实很麻烦的。几个意思的佣兵，祭司，我靠，怎么祭司修人皇？我俩还跑不掉。打这个祭司一刀，赶紧上去，不需要打洞了，挺近的。吓死我了，我怕这个佣兵上来干板子就完蛋了。这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，这先知开局就撞了两个人，有先知还能撞脸，但祭司有怀表，别让祭司救到就行了。磁铁用了，没了。还回来盖板子。在摸油祭司，他们在大房。祭司会过来救，拦一手。估计要把佣兵也摸好，那正好。接不到了呀，只能回去。哎呦，刀没打出去。
放弃算了，何必呢？有祭司还好打一点。来个神仙无刃，没什么卵用。传不出去是什么情况？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吗？这有东西啊，怪不得打不出去。感觉图我有一次没带风窗被溜出屎。带个风窗就好打多了。这样也是够无聊的。没动了吧？那边没电机，去这边看一眼。前锋，哎呦，这运气真差。脸上的结石，走娃娃，大点。娃应该放出来了，应该带了怀表。好吧，弹射。不亏。我也杀前锋了。无人不丢，开球，可能开完球再丢。没有什么卵用啊。这也太巧了。瓶香水，前锋也在。交不交？
不交那应该不是他救。打针对了，有误区，蹭一下先。这样一来少一个人修电机。还有球吗？前锋倒地没怀表，强势救不了。还有一个磁铁，让他救，刷分了。等乌刃，我不着急。把磁铁先用了。磁铁跳出去了，前锋应该是没自愈，因为刚才调音师自己修的。但前锋有怀表，这是他最后一个磁铁，没了，这都能空啊。有没有人想绕过去补小木屋？我应该没人，都在这儿。他想补，我把他打倒。挂上之后传送，哎呦，我以为传错了，啊？还传错了？还好，尬住了。尬住了，尬住了，差点也翻车。我 Q 按快了，我看到那两台电机，我就感觉他 Q 肯定要 Q 歪了，然后果然传到二号机去了。
魔术师在皇家堂了。磁铁这么快就丢啊？加速偏出来先。这都没中。哎呦，他刚才要是中无刃，他就死了。那个敢不敢翻？这干扰电机。咻！这有眼啊！他没加速了，他所有加速都用掉了。他不应该跳那个窗。然后这边补电机，接着丢。看能不能拦住他。哎呦，玩蛇。电机不要了，给这个佣兵修，守不住了，重新守。二号和四号在修，还差一台。红教堂和墓地，然后就是一号机，应该佣兵修完要去墓地了。现在打个受伤。哎。不管他了，收电机。黑妹应该在修，修完了，他只要守墓地了。慢了一步，一号机现在在修。不管他了。这把两个人一起修，修得很快的，破译加速出来，直接点了。
骗谁呢？你这还差好多。用命在墓地，没护臂了。封他路啊，把眼丢一下，看见他了，他在红教堂中间。还有一次，小片刀。哎呀，这都算。哎，这都算鞭尸了吗？太狗血了吧！硬是顽皮了，我靠！狗屎刀！哦吼，还输了，我们还输了，太好笑了，真是。这他妈输了！歪了，
拿过半。 把他们阵容有问题。 修了。
常弹刀。这人不想追了呀，他没香水了，没必要追了。挂了，又到了叛逆时刻。前方在附近啊，摸好还能救。还是前锋救。这波博弈我失误了，很难受。这应该要好了。
这车有点黑呀、啊。双十一没板，抢完出去开门了。赶回去哦，他娃娃没电了。现在如果前锋被扯下来，那门还是能开的。他应该在船上。杰斯应该流死了，他去摸杰斯了，小船走了，杰斯卡死了，那就证明他在摸他。小船师应该是飞了。把他打倒，其实那前锋就跳地窖了，一刀死，还是一样的结局啊！要把他挂了，他也是死。